学校停课了。妈，你忘了上次病毒性流感，你非让我回去，结果呢？隔离了我7天。我实在不想遭这种罪了。我们去轩子家郊区的别墅，他爸是医生，你就放心吧。喂，妈，喂，手机没信号了。看那么一会儿就过热了，这车实在是太破。我说凌峰，要不是你把我奔驰撞了，我们能开这破车。哎，慧儿，还拍呢？拍点记录性素材，毕竟这次疏散规模这么大。哎呀，我跟你说，肯定跟上次流感一样，屁事儿没有。张轩，你干嘛呢？这人到底是怎么了？会不会是和这次病毒有关呀？现在离张轩家还有多远？还有10公里。那别怕了，我们把东西抬起来。我扛不下，张轩别怕，我在这儿。这个样子下去不行，你先把它关掉。打算怎么办？要么我现在立刻打过去。可是这个样子，到了晚上我们也回不去。啊！